热的玩，然后讲讲话、讲更话之类的，然后教谁教大家如何玩这个重置观念，然后我们可以拍一部影片。哦，不错。那等一下我教错，然后就一下留言在喷我，就好笑。你在哪里？哦，哪一队？一个 L 型。啊，本队。我差点掉哎、欸！我应该没卡了吧？我不知道、啊，刚刚没卡，刚刚确实没卡、啊。OK OK， 所以说重开之后就很顺畅了。对呀、啊。那我现在到你家咯，真假的？真的、啊、太快了，真的啊，我到你家了，要挖你床了。来，哎呦，我其实还在测试吗？是这样，好像还在测试。哦不，你到中岛了。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绿卵石在这里。哦，我都被你拿走了。都被我拿走了，可以。大叔，你要去我家了。你在哪里、啊？我要死回去。你不见了？你不见了？我死回去啊！我在那边。好炸我！你在站哪里？啊，站！Oh my god！ 反正你现在没有把绿宝石带走就好。反正我还有藏一些绿宝石在中岛。嗯，没有，被我拿走了。真假？被拿走了？真的？对啊，被我拿走了。真的被拿走了。然后想说骗到你啊，就被你拿走。没有，那我走过去，我直接吸到。啊！为什么你刚刚走过去？放在房间啊。那这个技巧强吗？算是强的还是弱？什么东西？这个技巧算聪明吗？还是算笨？你要丢隐秘一点的地方吧。至少有丢啊。对呀、啊。有来喽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。反正你没有那个啊，哎、欸，我没事。啊啊！哇，满张张！铁剑，铁剑，我的妈！No！ 完蛋，我要怎么打？啊，我没有麦克风。哎、你在哪里？完蛋！可恶，被看到！哎、欸，可恶！不是，可恶！我只有铁装，然后你有钻装，然后又有绿宝石，你可以买隐形。耶、yeah. 如果你回来的话，我怎样？没事了。我没有发现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啊，应该不会隐形吧？没隐形。我看到你了。啊，你没隐形的。我没隐形，我就自嘲玩。没问题的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哦，
GG 完蛋，我翻译就是这么差。你看，你看，实力强啦。没事，有那个手感，我找回来一点。然后观众一定会在底下说：“哎、啊，你很烂的、欸、卷。”这样子不会、啊，我一定会被说烂。没有，我就是台湾第一 noob。没有，我等下装烂一点，然后哦，你把这段剪掉。你在哪里？哦，蓝队。蓝队家，然后我在叠桥。掉了，希望这次不会再被你吸走。应该不会吧？你到底去哪？我不知道你去哪里。我也不知道你去哪。找一下。我们迷路了。对，迷路。太大了，地图太大了。你到中间了吗？对啊。嗯，没事。这是哪？这是哪里？家里在哪里？我都找不到家了。我躲起来。你躲起来了？真假？对啊，被玩懂了吗？哦，你在那。好，我先离开。哦，这边有绿宝石哎，谢谢。自己地图真的好大哦，我真的不会倒。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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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追你咯、啊、救命啊、我追你咯，变态啊。谢谢，老师就要第二的，为什么不要被你虐了？六颗六颗、舒服舒服啊啊啊，舒服啊，我的六颗啊，打得怪怪的，我怪怪的，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你来了吗？还没，快了啊！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哈拜拜！哎、欸，哦，丢掉了。哦、oh, ，你跌倒，吓死了！没有，我丢掉了。你要进攻了吗？我进攻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差点掉下去。你在家哦？我不在家。我在家。你在家？好。对，我在家。我不在家。哎哎哦，吓死了！你在哪？我不在家。我知道你不在家，你在我家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我要跳回家了。你跳啊！在家。我。在哪里？看，你还在我家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这么短？不是吧？怎么这么短？哦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你都死我了吧？我，那我想说在那边叫叫来，可恶，就自动摔死。